好，我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6月11号星期二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要恭喜双鱼座的朋友们，最近收入还不错，自己的口袋满满的，觉得非常的开心。天秤座的朋友们有机会在工作上面突破过去的一些阻碍，展现自己的创意，让大家都看见。摩羯座的朋友们最近认识一些新的朋友，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，带来更多的机会。比较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牡羊座的朋友们，最近可能开销很大，内心会有一点烦恼，所以要懂得控制自己的开销。双子座的朋友们最近在工作场合的默默耕耘，没有被赏识，觉得有一点失落，不过不要担心，继续努力，总有被看见的一天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7，颜色是黄色，土象星座的数字是3，颜色是白色，风象星座的数字是9，颜色是橘色，水象星座的数字是5，颜色是天蓝色。